要分享的这朵花超级简单，白色皱纹纸2×40厘米剪小碎，红色的皱纹纸4×40厘米剪花边，将白色皱纹纸卷住花瓣直接卷起，把花瓣贴好双面胶。粘的时候注意啊，粘完第一圈之后，我们这个双面胶不要着急撕下来，然后成这种折叠的方式，这样折一下，粘一下，折一下，粘一下。粘在后面的时候，这个折叠呢我们可以成大一点，前面呢我们小一点，这样的话这个花粘完就成了。绿色的皱纹纸剪锯齿状做成花萼，花叶交互缠绕，最后将这个花瓣整体的向外翻，整理好花型即可。正好花花材料简单，做法简单，做出来而且还非常的漂亮，摆在家里办公室都可以。